asperity, asperity. B, acerbity, acerbity. 尖酸刻薄的英文怎么说呢？比较例啊，哇，那个人闹人闹到连祖宗十八代都闹埋嘅，咁尖酸刻薄。尖酸刻薄的英文 A 定 B 呢？答案就是 B, acerbity。虽然话知道佢个人系咁样，但系都系好难顶佢嘅 acerbity 嘅。